系莎莉啊，今日会同大家做收腰嘅运动。好，我哋要注意腰唔好塌后，唔好拱前，呈八字。好，然后做一个大 circle， 做两次，然后另一边八字，然后再做一个大 circle。好，大家明唔明啊？我哋跟音乐做一次啊 ，music。